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，保护好青海湖就是要让绿水青山出颜值，金山银山有价值。青海湖在绿水青山间出颜值，说的是青海湖既要好看也要耐看。有价值说的是潜藏在好看背后的生态功能。在空间管制上，我们在正在进一步扩清保护区的范围和边界，切实呢做到规划不留败笔，保护不留死角。在依法保护上，我们正在抓紧立法，推动完善流域的综合治理和联合执法，用法治的力量来保护青海湖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